好好，这个油居然是粉色的，好神奇呀、啊！嗨，朋友们，我现在就是准备。现在是坦桑雨季啊，我在下雨啊，前面一个大妈头顶的那个一堆土豆嘛，刚好可以帮他遮雨啊。那个当地人怎么这么厉害，全都不撑雨伞的，跟对面那些小朋友也都不撑雨伞。本来下雨下了好久，现在天终于晴了，现在还差30公里就到边境了。这个一片绿油油的，太心旷神怡了。旁边都是当地人种的一些玉米啥的，跟个世外桃源似的。小朋友这小小年纪就坐了这个单车啊，你看这个给我比这个手势干嘛，要拿钱吗？还在笑，得了我走了，拜拜拜拜。我来把我的油加满。妈妈，我现在来到一个加油站哦，你们看我带了啥，我带了两个瓶子来装汽油，因为要马上要入境马拉维了嘛，马拉维好像是油荒，加不到油，所以我打算把这个摩托车的油加满，然后再加两桶。好好，这个油居然是粉色的，好神奇呀、啊！哇、哦，这是满了吗？对，满了满了。好、哦，你看我加了这两罐，带着两罐油。然后刚把油箱加满了，然后70公斤油，我加2000就要涨了，那公斤，我加1美金就不要涨了。好了，出发去边境了。这一到边境呢，就感觉有点乱乱的，就是，那去哪里办手续啊？关键是。完全不明白。好吧，刚问了一下，好像是这个办公室。Hello, I'm fine. OK, 这个好像是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工作人员吗？先跟他走吧。1块钱 how much 多了？他意思我等会办完手续跟他换钱，他现在帮我去。A little.Very little, 这好像换的很少哎。我去，这两个人想让我换他们的美金，汇率特别低。然后现在老黏着我，跟着我一起去那个入境去。啊，这边境好热闹啊，这么多小孩啊什么的。哎，大哥，简直了。好了，我先把车停在这。然后啊，这里就是那个 border， 看到没有，松鬼 border。然后就在那里等会儿去办一下那个手续，带上我的摩托车和护照什么的，走起。他们这个马拉维很搞笑，现在系统倒掉了，我等明天早上再来，真的很搞笑。